一日一宵修法一年呢，各位唔知影，感觉真爽无？是安怎，奈拢会结腮面呢？歹势，再问一个，七天到啥物时阵爱休？真好大胆！你放假一天，恁公司会了偌济？你敢唔知影？搁迄个面嗲少上七天的假，恁头家无趁钱，恁公司就倒去，你就包好等等。TMD 赚不了钱是你没本事，现在居然怪到我们头上来了。干当老板，你别问啊啦。Enough， 那你想怎样啊？我才有更棒的 solution。暖心出版的《一日一休大法二点控》，连江总理事长柯圣雄看了拢嘛讲，暖心根本是菩萨在世，慈悲为怀啊！赖幸德竟然同意连上十二天班呢。你全家才连上十二天。你先卖生气，你讲姑婆用只讲，伊知影恁想要出国休一个十天八天，敢讲唔免先计价吗？虽然蔡总统讲恁是伊心中上软的迄块，也唔过朱峰才是伊心爱上爱的迄块。我无闲假，拢袂使放假，爱计价要创啥？你来做头家试看卖。